球划破了天空，梦想在蠢蠢激动，战斗唤醒了沉睡的潜龙。赤足队面临重大危机，刘星被对手恶意犯规以致受伤，无奈必须忍痛作战。在不公平的竞赛下，赤足众球员被多次伤害，魔法幻影闪闪队利用手球领先，高迅等人咬紧牙关，绞尽脑汁，终于想出办法破坏魔法幻影闪闪队的隐藏性犯规阴谋，使其球员得到一张黄牌。赶快回防啊，正好尝一下我这招闪星射门。火石射门啊，会不会进啊？铁脚，你怎么在发呆啊？铁脚冷静。那怎么样呢？闪闪队终于使出他们的绝技闪星射球了，让铁甲和鹰眼都扑错了方向，成功进球，2-0结束了上半场。奥尼，刚才在我眼前真的有三个足球的影像，他们一定是在装备上做了手脚。哎，我们特制的闪星幻觉球鞋这么容易就给你破解了，那就不是魔术师了。不是魔术师了，可以制造出幻觉，这两只猩猩王一定又是做了什么犯规的事情了。可恶，是我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，我是应该协助鹰眼看清他的球路才对的呀。只是2-0嘛，还是有机会的，我们相信你，同样我们也相信肥宝。我的守门员跟我说过，他们两名前锋一起脚射门，眼睛就会见到幻觉，见到同时有几个足球飞过来，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。根据丹尼所说，我可以肯定他们这招是针对防守球员的视觉弱点而使出来的。那怎么办啊？难道你有办法可以改装他们的眼睛吗？是有办法，不过不是用在球员的身上，而是奥尼和肥宝。我们？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你就改装我们的眼睛吧。高迅，为了这场比赛，我愿意把我自己变成一个改造人，尽管将我改成未来战士吧，变形金刚啊！来吧，不过你可不可以顺便帮我一下，帮我整得瘦一点呢？肥宝，你冷静一点，我又不是改装你，是训练你。训练？既然防守球员的眼睛再信不了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负责防守的领队去判断，在对方射门的一刻，从他的脚法去判断他将会射向球门的哪一边。那怎么看呢？比赛的时候我是站在场边，距离又远，那些球员又小，他的那双脚就更小了，又远又小又从侧面，哪里会有人看得到啊？我赞成这个办法，可以试一下。啊，
你不要跟他一起疯吗？试了未必会成功，但是不试就一定不会成功。乾隆，你可以开始了。左边。哦，已经上了，怎么看呢？飞宝啊，只是一球而已，要有信心嘛。你叫乾隆放慢点行不行啊？最好就慢进回放的那种速度啊。不行，正式比赛的时候对手只会射得更加的快，难道我们可以向他们求情吗？乾隆继续。左右，右边啊，左边呢？右边。飞豹，你记住了，窍门就是注意重心脚的方向，永远是会指向球要射的方向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吧。飞豹，要给自己一点信心，你一定能行的。我来啦。对不起啊，迟到了。你们看我走了那么久，肯定很担心吧？有没有影响到你们比赛的表现呢？你有走吗？哎，是啊，他好像有离开过。那因为什么事情呢？哦，他在训练室里说错话，被奥尼赶走的吧？你们是不是要尝试一下上架做别死更难受啊？你走了这么久究竟去哪里了呢？哎呀，没有，我身为经纪人怎么可以不多些了解你们呢？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支属于自己的超智能足球，它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场了。有人会将超智能足球战箱包成这样的吗？当然没有了，只有我这种这么可爱的妙龄少女才配得起这种粉红色包装啊。我还帮她准备了球衣，所以才这么晚来的。够了，猫猫，你别烦我们了，待会儿乖乖的回你的啦啦队报道吧。啊，我什么时候烦过你们呀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让他出场的，那么谢谢你了。比赛继续，魔法幻影闪闪队已经领先了两球，赤足队要是再失一球的话就很难追上了，一定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呢。大家不要硬碰，尽量用回刚才的长传方法，先追回一球再说。下半场一开始，魔法幻影闪闪队的火石正火化开始短传进攻，赤足队能不能在他们之间抢到球呢？尽全力，不要偷懒呐！要偷懒呐！他们又想耍花招？不是，他们这次没有打算挡住摄像机，并不像上一次那种犯规战术。是机会了，乾隆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样都不吹犯规。他在带球进攻，是乾隆出手拦截，所以他用身体去撞开乾隆，是有斟酌的余地的，所以有权不吹犯规的。这次是他们特意制造合法的冲撞机会，我们也无可奈何。好。乾隆在抢球的时候被火花撞倒在地，好像还受伤了。火石这种粗暴的打法看来被裁判完全接受了。不用管我，追呀。可能不要跟他硬碰啊。好厉害，火石过了乾隆和可能，来到球门前面，不知道会不会再使出绝招闪星射门呢？闪星射门！左，不是右边，是直线球。赢眼破
解了魔法幻影闪闪队的绝招了，看来可以追了。好啊！奥尼，你好厉害呀！他们真是太可恶了呀！赤足再次组织进攻，流星带头，何能与刚刚受了伤的乾隆都上来助攻了。盘球，能不能救到球呢？为什么他们要刻意的将球打向乾隆那边呢？他们的目的是乾隆。乾隆，小心后面啊！乾隆现在的伤势根本不可以再受到任何强烈的撞击了。乾隆忍着脚伤射进一球，为赤足队追回一分，2-1。乾隆，加油！乾隆，气死人了！这样斗鸡有没有搞错呀？没有搞错呀！每次说话的时候，按照我完整的意思说，行不行啊？不行啊！乾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哎呀，现在轮到流星撑不住了。流星之前的伤好像复发了。他的磁性处理器损坏了，能量的输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我想他不能再比赛了。又要少一个人，我跟铁甲一直都接不到球，乾隆现在又受了伤，这怎么办呢？肥宝，你不要这样说嘛。怎么少一个呀？还有我吗？算了，猫猫，你那些玩具别拿出来了，我们现在是在很认真的比赛呢。什么玩具呀？我选超智能足球也很认真的。什么是自由人呢？我想是因为他太差了，不知道应该踢什么位置，于是让他到处跑，勉强改个好听的名字叫自由人喽。当然不是了，自由人其实就是自由人就是流动性特别高的后卫，他们要清晰地阅读整个球赛，是在防守之余也负责策动反击，所以控球和传球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。哇，奥尼，你好聪明啊。就凭他？你对超智能足球一点研究都没有，怎么会选他呢？我一向对超智能足球有研究的，是你不知道而已。你说谎，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你是因为他帅才选他的了。哼，最讨厌走偶像派线路的人了。谁说帅哥就没有实力呀？奥尼就是帅哥，还不一样很厉害。让他试一下吧。还是高兴了解我啊？但是都不知道这个极电他。放心，这个时候换个新球员上去，可以让他们误以为极电是我们的秘密武器，从而分散注意力。所以即使他跟他的主人猫猫一样垃圾，我们可以换垃圾为神奇，差有差的用法嘛。我现在就要让你试一下什么叫做别死个人上场。流星受伤离场，赤足换了新球员极电，究竟是什么来头？是不是赤足刻意隐藏的秘密武器呢？秘密武器
我知道，要新来的极殿打流星的一封是有点冒险了。不过大家都要当没事发生一样，不要让对手知道我们跟他不熟。赤足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替补球员呢？哼，突然换个替补球员出来，一定有阴谋。有阴谋，或实或花。给我特别关注这个新来的。新来的。电一动也不动，为什么呢？古灵精怪，这样做怎么会没有阴谋呢？没有阴谋呢。喂，开球了。猫猫，你那极电想怎么样啊？球不是这么踢的。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也是第一次拿它出来用呢。魔法幻影闪闪队的果实对极电不敢松懈，一直留在中学附近看着它。火石，回去帮忙，不要管那个傻子。要管那个傻子。又来了，小心啊。赤足的新成员极电突然出手，一阵风似的抢到了火石的球，高速跑向球门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哦，好啊，极电，你太帅了！小心，把它给我铲飞起来！铲飞起来！不是，小心啊！好，进球了！赤足凭极电这个全新的秘密武器，在上场短短几十秒之间，把比分扳平了，2-2。好样的！哇，极电好厉害啊！真的好厉害！时间不多了，用最后战略闪闪攻击！闪闪攻击！你上前看着火石，你干嘛不动啊？猫猫，你那个极电又来了，它一会儿一个样，想干什么呀？都说了我不知道嘛。极电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合群的超智能足球球员。他们将闪星射门转化成了传球的招数了。他又来了，肥宝看着呀。右边，等等，他还没有起脚。他是要射左边，鹰眼，你没事吧？我想我左脚扭伤了。他左脚关节出了问题，对他的扑救能力影响很大呀。可恶，那就是说，就算我下次看穿了他们的闪星射门，鹰眼都未必救得到。哼，奥尼，如果连你都不冷静，我们就一定会输的。对不起啊，如果不是我这么不中用，鹰眼也不会这样。对不起。距离结束还有1分钟，我们一定能够挨过去的。一定可以。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，赤足队能不能挨下去呢？肥宝，你是我们的一份子，要有信心，你能行的。嗯。要有信心，我能行。是左边铁脚，用战车铲球吧。战车铲球。
间就过了两名球员。连追三分，反败为胜，成功晋级八强了，恭喜啊！天龙，你没事吧？天龙，多谢你啊！不用谢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要合作拿到冠军的约定啊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支持。在最光辉的时候隐退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心愿，所以我们特意输给这几位小朋友，这就是演技了。别以为我们是真的输给他们呀。真的输给他们呀。真是的，死要面子。临别秋波，送份礼物给大家，不用客气呀，随便抢吧。高旭，接下来的几天我想你要用所有的时间才可以修理好他们了。嗯。火花是魔法幻影闪闪队的右前锋，与火石合作无间，使出阴险的隐藏性犯规战术和强硬拦截。同样属于中下水平球员的火花喜欢先行弄伤对手，使其性能下降，好让双方无法公平比赛。跟火石一样，穿着特制的闪星幻觉球鞋，可以使出让人产生迷幻的闪星射球。